啊，因为我是韩国人，我们是打假汉将。刚刚韩国人把我吓到了。对啊，然后今天我们又是国王组合了。对，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国王组合要出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韩国人终于收到了这个侦查第二大队第三队，这是什么啊？刑事警察局啊。对，但是韩国人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那我不会去针对这名刑警啦，因为我韩国人认识非常多的这个警察朋友也好啊，或者议员朋友也好，他们都大概都有跟我讲最近他们这个遇到的这个窘境啦，必须要回应这个上面的要求啦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来查。其实韩国人今天真的非常傻眼，当韩国人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就说版主您好啊，我是刑事啊，警察局的这个反正就是某某刑警啦，他说您所上传的大陆 VS 台湾领取口罩大 PK 影片下方已有陆方网友散布假讯息，散布者名称是吃饱喝足看笑话，本局调查中会请您回电协助侦办。你一个网友的留言，你要找我，我要做什么？请问你？对啊，而且更好笑是什么？陆方网友。你说陆方网友一个什么有这个散播的这个假讯息，你要怎么说啊？奇了怪，那么天天有一堆网友在我底下诽谤 啊，在那边骂我啊，在那边说你们滚出去啊，要把他干死全家，怎么都没看到主动调查的、啊，那些都是公诉罪啊。而且林中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主要录这一集？除了我身心真的觉得有点恐惧啊，无缘无故收到这封信，这封信其实他的口气是很客气，对他很客气，所以我没有针对这些。就像你刚刚讲的，你的 YouTube 影片底下那么多网友，那么可能几千则网友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YouTube 的用户都可以来留言。当然，那他要你去配合调查、协助调查什么啊？对啊，所以这当中当然就是有恐吓成分嘛。他其实有点暗指，就是说你的这个大陆台湾领取口罩大 PK 的影片，好像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影片来引起了？有人来散布假讯息，对，已有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我很无言啦、啊，因为你陆方网友，你我要提供你什么？对啊，你能够，你也抓不到啊。如果他今天在上海，今天在北京，好啦，黑龙江好不好？你抓得到吗？好、我不是要针对这个刑警，我只是要针对这个上方的人。这到底用意是什么？我想问问，这么多假新闻，韩国人从。一开始打做这个打假，你就是为了打假新闻嘛？打假新闻，然后前几天这个东航说没有给这防护衣这件新闻出来了。我问一下，你们到底政府去办了吗？请问一下，你们上面的到底去办了吗？请问你们这个刑事有去办这些假新闻吗？那你也应该要去要求什么打马悍将粉丝专业版主，请你这个在你的粉丝专业底下有谁发了什么假讯息，或你自己就发了假讯息，打马悍将已经被我打过超多是假讯息的东西了。对呀、他就是主事者了。我不懂为什么今天你来找一个打假悍将的里面的一个留言，然后疑似陆方的人去散播假讯息，然后你要我配合。我要配合什么？我要帮你去对岸抓人吗？这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真的觉得，我知道你们很辛苦。我讲的全部都是讲给你们上面的人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样子一直麻烦这些基层的好了，或者是这些刑警。到底意义在哪里？你们这些假新闻，前几天很多这么多假新闻，怎么没有任何的这个顺时钟他们？出来去打假澄清呢？对啊，这个东方航空被韩国人直接踢爆了，怎么没有人来澄清呢？甚至啊，我今天看到什么？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啊，就说啊，质疑政府啊，隐匿疫情啊，台北上班族啊，惨了啊。他就写说，人民不是应该有知的权利吗？政府刻意隐瞒许多实情啊，为什么不能让民众知道啊？台湾其实确诊的这病例啊，远比新闻爆出来的还多啊。他就留言这个、哇，马上怎么样出事了？也是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啊，他是真四，这个他是接获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函告。你这样让我怀疑了，这个现在这个防疫的事不干，天天在找网友查的，你知道？
道我今天就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，它不是什么散布一个引起多大恐慌，它是人民在怀疑嘛。嗯，今天因为我就是看电视，嗯，刚好看到这个我们顺时钟，嗯，有做一个广告，嗯，他就在说这个他们现在也是有一个类似这种网络的团队，哦，在看这个即时哦，就也是一个打假这个散布假讯息的一个团队啦。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1450吗？他直接就在广告里讲出来，他们现在有这个，他有这个抓这个假讯息，他号称他抓假嘛？没有，不是号称，就是说有了，就是说有这个抓这个假讯息，就说他要抓你们的假嘛，他认为这个是假嘛？对啊。那各位朋友就那他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1450啊，当初1450也是讲得很好听，啊，说他是要帮农委会来辟谣的嘛，啊，结果你看你们现在哇抓一则留言，嗯，然后就狂打他，然后这么大一个新闻，嗯，完全不抓不抓，对你真的像东航问题你不去管对不对，对你完全不辟谣到底在干嘛，啊，其实韩国人真的生气的点在这里啊，嗯，你传给我这个 OK， 我觉得刑警他毕竟是受到上方的压力，啊，你包括之前在那里说些有病的小孩，啊，他们就是什么样被刻意的剔除，对，剔除第一波的名单，对，后来证明不是，哈，这是不是也是假新闻？对啊，这个引起社会的动荡还更大吧？对啊，结果因为大家以这个为理由不让五台湾人回来嘛。对啊，那你有没有出来，那个？那个还是立委带头扩散假新闻哦。对啊，他的影响力远比这个什么上班族台北上班族大吧？对啊，你不去打他，我也没看到他写这个。对啊，是不是？ 那立委媒体那个带头，那么所有人都在看。对啊，媒体啊，对啊，那个扩散度大多了吧？为什么没有出来弄？就是没有出来所谓的这个刑事局。所以我说，根本他的目的不是打假，他的目的在恐吓，他在恐吓对他不利的舆论。对啊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让舆论能够干净化。对，很可怕了 ，purify 纯化，更可怕是什么除垢。他现在也在除垢，你知道张公公的除垢。对，更可怕的是说他在看我的影片呢，欸，他们现在就是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一条一条看我的留言，啊？他就是你已经用白话文来讲，就是说被监控了，你已经被盯上了，这。我所以，我怎么一条一条，他可以看到这个，哦，这个陆方的网友疑似造假，而且看得这么细哈。对，然后你看，就像我这个新闻一样，嗯，他这也是一个留言而已啊。对，他这个不是po文哦，这是一个留言哦，嗯，然后他也抓出来，然后告诉你说这个，对，哦，这个被刑事，他还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意见领袖或 YouTuber， 对。对不是嘛？他就是自己一个在底下的留言。对，哇，这样都要去抓哎，欸！ Oh my god！ 表示每一个人、每一位网友，你的留言时时刻刻都其实在我们公权力的眼睛底下。对啊，等于说你人民花纳税钱，对，养这些公仆，对，这些公仆受到可能更高的指令，对，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的眼睛就天天在盯你们的留言哦。对啊，啊，甚至盯 line 哦。对啊，因为之前有证明嘛，对，说调查局、刑事警察局他们是可以侵入一般你以为叫做私人群组的那个 LINE，哦，那个他们也盯，所以就是你在群组里面发东西，他也盯。所以我觉得很可怕啦，各位，哦，所以今天韩国人收到这个啊，除了就觉得无奈以外，然后这个刑警也是无奈啦，哦，因为上面来的压力嘛，嗯，然后又加上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新闻，真的是很奇怪，一则一则留言呢，我真的是觉得很恐惧。那我这样每次拍一个影片，等于就要被他们什么好思想审查，是不是？每一个等于他们还要看我的留言，哇，有问题，请你配合，请我配合调查，嗯，哇，是怎么样？这个留言，有多么伟大吗？那一堆每天新闻底下一堆假账号，一堆网军账号，PO一堆假的东西，你们怎么不抓？每天都是满满的，欸，啊，这个税不是攻击到你们就没关系就对了，哦，所以你们的标准就是这样，你们标准就是可以放任其他人造假，然后今天好像对你们有一些批评就哇，哦，就不行不行不行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啊真的很沉重啦，哦，也很沉重找秉忠跟秉忠讲的这件事情，哦，因为真的很无奈，虽然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啦，但是已经完成这样，他这个是从由小见大。对啊，因为从选举以来你会发现到，就是不是我们要去这样子认为，而是太明显了。对啊，就哎那么多，每天你说选举的时候攻击韩国瑜就一堆，对，是不是？你做打假以来你打了假一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那些都没有事？对，为什么会被包括选举期间老奶奶被上门查水表，会去寄信来叫你要配合的？对，包括现在韩国人碰到的这个，为什么质疑执政者的
就会碰到这个对待。对，我们过去讲所谓言论自由，我们是对于挑战执政者的反而要更宽松。对啊，这才叫言论自由嘛。对啊，因为你已经有权利了嘛。对啊，你的权利比我高嘛。对啊，你的辟谣能力也比我强嘛。对啊，你掌握话语权比我多嘛。我一个小小的 YouTuber， 我一个小小的升斗小民，我在那里呐喊说我质疑政府哪里做错了，我在那边小小的呐喊，我能引起什么风浪呢？对啊，这是民意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这是过去民进党最喜欢讲的。对啊，叫做人民最大，人民是你们的老板啊。对啊，老板对你有质疑啊。而且现在这个上面的这个不就是这样靠这样打江山的吗？对，他不是靠这样当选的吗？对啊，不就是这样，他这样告诉我们的、啊。对啊，那所以你现在这样子对待人家，用一样的标准，用你们建立的标准，然后看你们就不行，对，就不可以，就不可以。对，就这样子嘛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还要太明显干扰这些刑警，就我就讲难听，就是在干扰他们啊。你干扰他们真的要做正事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根本是调一个刑警在那调查一个人的影片，下面一个留言，成何体统啊？这搞不清楚，现在社会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，所以这非常悲哀。所以今天韩国人收到这个信啊，也是跟秉忠分享了。我、哦、当然我也是跟这名刑警讲，我们没有怪你哦，我们真的觉得上面的人太过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啊，哦、希望这些上面的人啊，要对于这些之前的假新闻啊，要出来面对的、啊，好、哦，帮我们按个赞，然后也帮我们订阅，然后也帮我们把小铃铛打开。那如果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们是收到这个调查的打假悍将国王组合，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